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欢迎的这一位，他其实是，这其实唱到之家是从一开始田花村开村以来有的节目。那前三年呢，他经营的非常辛苦，因为唱作俱佳就可能还没有什么人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每天就是还要就是可能打电话就说可就是打给关系非常就是友好的歌手，这样就是可不可以来这样。那如果说没有的话，他就是会在台上就是个人演唱会两个小时，然后每个礼拜都一直还要想不同的歌啊，然后还要就是主持这个唱作俱佳。那他是我们的村干事，他叫做大大，大大吗？大大，好，他就是，对，亲和一点是大大，是那个村干事，他是我们的执行总监，他好了吗？好。那他其实他的歌，他的头脑里面有很多歌，像现在年轻人就是平板拿来 一打开有没有，就是还要，我也是年轻人，我有时候也是会用平板，然后他都是记在头脑。好，他就是大大，我们掌声欢迎他。大大，所以我要唱星星，不行吗？可以唱月亮。今天很冷啊。OK， 好。很多朋友，欢迎你们来。大哥，你可以坐啊，不要那么。哦，真的哦，真的，难怪你忘记我，我先比下三条线。欢迎你们来铁花村，然后好吧，今天不太想讲话，唱歌。
为何不回头再看看我？
歌是一种很有趣的一种记忆的一种。哦，抱歉，这首歌太感人，当场赶走四个人。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开个玩笑，开个玩笑。OK OK OK， 哦，非常谢谢你们来。北京 ，One Night in 北京 ，Bye。哈哈哈哈哦，好了，我可以唱第三首陈升的歌，不过你们要离开了。我还没有在听呀，真的吗？好，好吧，我唱吧。OK， 我唱第三首，我唱陈升的歌。好。为了不让你轻易走。
欢下面的歌手吗？下面有歌手吗？大家好，好，谢谢你们来。谢谢。啊？老板是怎样？我们要继续唱下去吗？